州代表来上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最辛苦的一群伙伴们。现在好像不错，因为现在不错。好，我们这些工作伙伴们，他们其实很多人已经辛苦了半个多月了。那甚至有些是从昨天晚上半夜就过来，整夜没睡，在这边搭舞台搭场。昨天后来说真的就看。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器材组，在我们这边的帐篷，有我们的器材组的志伟，我们的 PA， 我们的转播师，还有昨天帮我们搭舞台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那还有呢，在那边有我们的义卖组志工。其他的这些商业团体的单位也非常感谢他们赞助游行，然后来这边摆摊。那还有我们下午大家都可以看到有上百位的捐款志工，这次游行我们征了100多个志工朋友，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办起这场游行。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投影打出我们今年的发起团体，我们今年发起团体大概50多个。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公民团体是非营利组织，我们不但人少，资源也少，所以非常感谢这些志工伙伴来一起帮忙，才促成今年游行的诞生。那也非常谢谢这些发起团体愿意贡献5000块的基金，让我们游行有经费。那最后大家离开的话，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义卖帐篷，买我们的这个游行的义卖品，可以帮助游行的捐款，让我们不至于赔本了。好，那在接下来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些事情提醒大家一件事情，那由我们这个最辛苦的清洁组的组长秀如，环境秩序协会秀如，跟大家提醒一下，等一下我们游行要清洁的事情。各位现场朋友，希望你们帮忙一下，清洁职工将会是最后离开的一组职工，所以请大家在离开之前，一定要把你们随身的垃圾，如果你们要自己带回家，非常欢迎；如果你们要留在这里，请一定要丢在垃圾桶里面，我们在各区都有垃圾桶。另外，如果愿意跟我们留下来一起清理的朋友，在我们舞台的左手方的职工区里面有我们的清洁器材，就是夹子跟扫把，欢迎大家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清理，谢谢。好，谢谢清洁组的伙伴去年游行也是由环境秩序协会担任我们最后清理到是几乎可以说完美无缺。今天也要请大家一起帮忙，如果有朋友愿意留下来帮忙清洁，当然更好。不然今天下雨是非常非常辛苦哦。那呢，我们还要最后再催一次，我们的义卖帐篷等一下不会收，里面有义卖，然后也有捐款箱，还请朋友可以在离开之前多多支持。我们里面有反核的徽章、反核的贴纸，还有不合作的贴纸。非常欢迎大家买了之后可以贴在你的机车或者汽车的外面，然后我们要对外宣誓，今年是不合作的一年，不合作运动发起的一年。那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我们的反核的运动在这个会期，在3月到6月立法院这个会期，我们非常担心还会有合适的预算，所以我们其实会紧盯着立法院。我们希望今年这个会期，我们也要严格要求各转团要努力去删除合适预算，而且在这个会期里面，我们会去提废核的决议跟废核法案，我们希望获得各党团的支持能够通过。废核的决议，例如说让立法院里面去通过一件合适的决议，或者是说我们提修法案，可以去修环境基本法第23条里面废核家园，我们希望列出具体的时程、具体的目标。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立法院里面会做的事情，所以如果请大家可以注意全国废核行动平台的脸书的讯息，请登录全国废核行动平台脸书等我们3月到6月我们下一波的公民不合作的行动，我们会紧盯着立法院，希望呢立法院呢能够重视废核的民意。那这部分请大家能够再回去帮我们多多传播。好，那最后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各位能够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在场的这些工作人员跟职工能够给他们一个鼓励，谢谢大家。谢谢，也给大家致一个鼓励，你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温暖，反核这个行动不会停止的。